来个水晶瓶妖精儿，妖精儿。妖精儿的英雄已经很久没人玩了。看过《千谎百计》吗？别对我撒谎，只不过是镜花水月。好帅哦！姐姐，我可以点彩，点回来打电刑。点点点，开现身了。来吧，吸血鬼。有把握。吸血鬼连兵都不吸了，吸血鬼。啊，吸血鬼！这波让塔砸了。哎，为啥妖精扣 W 二连不触发电刑啊？趁防御塔不注意，你很狡猾。点，点，呀！我电刑坏了，为啥不触发呀？我都不按平 A 哪来的？我干嘛要平 A 啊？我印记造，玩没玩过妖精儿啊？啊，玩没玩过妖精儿？知不知道妖精儿 QW 就触发电刑？没玩过，一看这就是。我打死他！扣不算了，那不算了，那这只是我的问题吗？那不就是改了的吗？改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得了吧，那这样触发吧，虽然是有点小亏。面点烟干啥呢？就正常吃吧，别半夜吃了。X， 先来个征遗失的章节。我会骗你吗？接下来干嘛？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QW 链没链到。这吸血鬼真是一个刀也不补啊，不补拉倒，妖精就得有这压制力，知道吗？妖精
妖精为啥还不加强啊？妖精这就得看这设计师的心情了。呀，我炮车，我靠，我刚才在挪东西呢，没事，他也没补着，相当于我们没亏。这波直勾勾的就往下走啊，腰子怎么来了呢？我操，这腰子一滴血，那腰子过来干啥来了？啊，这啥意思？能不能给个助攻？你像个鬼似的你！我来一趟你就给我一个人头，还是那牛头还是我自己杀的？哎呦啊，走位还不错。Q A 踩 A 走，这人真的走位不错啊！下回我们往左往右练。Q A 踩走，看到我很意外吗？春花把萝卜溜踩走，我这必须得练他一下子，太狂了！这螳螂，走吧。接下来干嘛？哎呦兄弟，你这是要洗呀、啊、我一看呢。哎哎哎，老刘，哎哎呀，斗牛，当当了当当了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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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等他大招没了，给他踩死。牛年快乐呀！抽W踩，踩过来链儿。这波兵不能让他知道啊！哎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往我这走，给一轮。这螳螂还敢在这，还敢在这打蛤蟆？我是真没想到，兄弟，你敢在这打蛤蟆？啊，你敢在这里打蛤蟆？你看见我了，你还敢打蛤蟆？给我追来，三秒有一 ，QW 的链点，哎呦，
哇，信哥，你是我哥，我操，太猛了吧！可真难得呀！可真难得呀！吃波塔皮吧。来不来美甲窃魂卷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吃一个冰吧，算了，吃一波冰吧。来哪个呢？炉灯啊，炉灯的鸡蛋，来个鸡蛋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出一个炉灯的鸡蛋。虽然这妖精儿英雄不太行，但我觉得打的吸血鬼应该没啥问题。治这吸血鬼还是随便治的。吸血鬼上哪去了？一套就给他打回家。该现身了。第二套直接死。谁呀？妖子。那一个小妖子有啥用啊？你定会呀、挺会呀、就打个结儿吧，我杀个塔狼。点啥问号啊？这妖精儿那草丛里不杀人，玩啥妖精儿啊？那螳螂进草丛就得死。谢谢被蓝莲汉吃过的小孩儿，这波我们看看怎么办啊？踩住 QA 链。哎呀，这有个炮车挺烦人啊，没空了，我溜了。你干啥呢？你挺骚啊，你要瞄我呀？真骚啊，这螳螂。回家了，来个美甲的窃魂卷。接下来干嘛？这美甲窃魂卷出完出个啥呢？差50块钱怎么办啊？来个大棒子，
哇塞，哎，我得去对面打个蓝 buff 了。螳螂呢？那蓝 buff 都让谁打了？这怎么这16分钟没个蓝呢？被谁打了都？蓝都哪去了？哎，这老螳螂。只不过是进。赶紧去把这老螳螂给杀了。再见。哎嘿，哎，给轮，这不能卖给轮啊！闪现 Q W 连点燃。QW 彩链牛头斗牛士，彩 Q 回来 Q， 你俩可能都得死。啊！美甲切魂卷，嘿。没有人，给个蓝 buff 吧。谢谢我的信哥，我就吃口屎。这波有我一半助攻吗？啊！这边 ADC 可挺骚啊！我在这里，这 ADC 敢骚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么骚吗？太骚了吧！刘哥，链儿，咱们先杀他腰子吧，啊！吃到大招了。螳螂，哪来的螳螂？快走，兄弟，这可打不过啊！这 ADC 在做什么？在我面前敢交完 Q， 兄弟，斗牛，哎，哎，斗牛了啊，斗牛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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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别，啊，刘哥，嘿嘿嘿，太骚了来，嘿，链儿，嘿，完了。哎呀，烧了！哎呀，这波没烧对呀！哎呀，这没烧对呢，这。
杀毙了，这波是杀毙了。没烧对，这波没烧对啊。连招不对，这就是没玩对，这是。正常我要是好好玩的话，我能跟他烧一天。只要这流没有用，这流头有闪现都没用。只要我反应快点，我能跟他烧一天，他都没有办法碰到我。我就100滴血，啊，不用100滴血，我得能扛得住他一个点炎的虚区。妖精的这个捡吸地还是太低了，吸地应该再长一点。这个吸地，哪的流？哎，你说这妖子为什么不怕我呢？腰子是魔抗很高吗？你说你个185的，你在这干哈呢？啊？你说你185，你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带什么线儿？你跟我说一下子。你凭什么带线？是不是骚？回去出小法穿。195了，为什么打咱的蓝 buff？ 给我放那儿，得来门，不明白自己的地位吗？再拿蓝 buff， 以后你这辈子打麻将都摸不着妖精，我跟你说。我靠！哪里来的这么多人？人有点多呀！没事，我用我的生命给队友拖住了，拆吧，兄弟们！怎么越玩越二？那得搅着吗？什么线？什么线的？不知道什么线。不行，一直啥都没洗啊，水都给冲了。我给他洗就行。你洗他让吗？等会儿呢。让。那我这他就不听。不要了，这法穿不要了。放假就知道玩，这不为你们吗？为谁呀？这不为了你们吗？啊？这是在干什么啊？来了妖子，你是什么妖子？你是猪妖子还是牛妖子？牛妖，这个牛妖。Yeah.
我是不是给他点面子了？我发现呢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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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家伙刚才我还真就秒不了这 AD， 给他吓的，给他吓到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以为我能秒掉他，其实我秒不掉的。嗯，这波他以为我秒不掉的，但其实有点厉害。嗯，好嘞，三、二、一，想跑那肯定是不可能了。你要跟我跑，你肯定跑不过我。拿下！赢！闪现链！投降了。